这咋的？
Thank you.
亏大呀！
他有怀表，我不能挂人。要么打伤他。他迟迟不走，但怀表把他带出去，这门开了，附近椅子太近了。哎呀，我炸了！
这个魔术师是真他娘的怂，碰都不碰一下是吧？那是真的牛逼。终于坑碰了。
见过怂的，没见过这么怂的。我不抓到人，他就不修机子，碰都不碰一下。
怀表舞女，
吃了几次亏的。啊。
感觉可以用约瑟夫。放了个盒子跑了，那不白给吗？你看就知道怀表没加速。哎，这个我不敢打呀。哎，舒服。
梦里绝对会来小木屋，现在是个表面前锋，牛逼！还带距离，好卡呀，我日。
啊，死了就完。这白的，跟吃了几个闪光弹一样。这盒子放的，哎呀，怎么这都空刀了呀？
残了。Yeah!